算是蛮聪明的，算是聪明哦。你看他现在，他也没学多久的，然后他这个，他现在他整个和弦的进行的还蛮有概念的，所以我很建议哦，这个美辰啊，美辰你应该回头啊，你先不要练到 F 调，懂吗？你先练西调，先把它整个搞懂，把和弦进行观念很重要。对，你看他这样和弦进行做得很漂亮。然后 Do seven 发，在 Mi minor， 在 Re minor， 在 Re 大和弦，回到嗦。很有概念，他现在啊，他这个他对现在稍微已经概念是蛮好的，所以我建议美辰啊，美辰你不要练 F 调，懂吗？你就是赶快先把 C 调弹好，然后对整个和弦啊，和弦的概念没有先搞懂，对，有哆拉发嗦，那背起来，那他这个 Gloria 就是他，因为以前我都逼他写谱，对不对？写谱，然后他有整个概念的，所以说我们那个这个我还是希望这个 Gloria 你如果有空，对不对？你就把这个 All I Had to Do Is Dream， 对不对？那个简谱啊写一遍，那个美辰呢、啊、可以拿来参考一下的，因为你现在找不到，你现在和弦记不起来，就是因为你还没办法这个整个概念嘛，那个我教了那很重要的东西的那个曲式啊，你可能现在还是我发现你有点太急了，懂吗？其实不要急啊，那慢慢的，对，否则你这样练啊，你像那个 F 调你练了半死的，你整个概念啊，你整个和弦概念也不对了、啊，你和弦，然后那个所以那个我是建议你这个，像我建议这个 Gloria 对不对？你写个谱，上课的时候写个谱、啊，然后你把它谱啊。好好的研究一下子，这样子，那曲式研究一下子，你会，然后我再解释，你会比较有整个概念这样子。
你看现在这个 Gloria 相当不错，啊，和弦进行，它概念都很不错进行的，对。所以虽然他弹这个样子呢，我还是把它编到这个，就是今天弹的这个，对不对啊？可以算是进阶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有看内容嘛，有些算是内容这样，把它编在这个进阶那个内容里面去。还有你看他左手全部用认真和这样弹，所以你一定要练啊，一定要练这样。非常好，好，这个。